嘉义长庚纪念病院长期推动乡亲健康以及社会关怀活动，为了发扬创办人王永庆一生坚持规律运动的精神，2012永庆杯路跑10月7日将会伫嘉义县甲台北市两地同步开跑，全程大约5公里。馆长张华官甲嘉义长庚纪念病院副院长王聪仁今仔日为路跑代言，呼吁大家共享胜机，全家大细做回来运动。王永庆15岁离开故乡来到家己做工作，一直将家己视为第二故乡，回馈地方以及推动教育不遗余力。该所企业至今已经捐赠家己捐25间学校重建老旧校舍。为了感染王爷爷献学的神情，这次路跑活动也将邀请25间各中小学的师长参与盛会。今年康健杂志健康城市调查结果出炉，嘉义县因系推动健康上卖力的城市，嘉义县的健康医疗政策再次获得肯定。长庚的医院的创办人王永庆先生，他一直很健康的活到92岁，就是靠他，不是靠长庚医院，是靠他不断的运动，每天风雨无阻，王中一路跑5000公尺，所以等到生病再看病其实太晚了，要先做预防，预防医学呢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运动增加我们心肺的功能。所以长庚医院它长久以来就有办永庆杯的路跑，咱杨家怡这已经第2届了跟他们林口医院是同步举办，今年在10月7日10月7日，从我们的太子大道开始起跑跑5000公尺，就是5公里。我希望我们嘉义都是健康幸福的人民，所以大家要常常运动，运动不是运动一天的不是运动一个礼拜，不是运动一个月，要长期每天的运动。那路跑是最简单的，随时可以跑。嘉义长庚纪念病院10月7日活动现场将设置中医咨询、感情体检、代谢症候群体检、健康新生活宣导、安宁以及器官捐赠等宣导单位。阳光基金会也将预备由口腔癌病友亲手缝制的精美提袋，邀请大家支持家庭大工，提供口腔癌病友点到希望的机会。最新新闻就来自嘉义县采访报道。